星期六有早餐会啊，今次请咗特别嘉宾万禧全 Memorigen 创办人沈伟林 William 啊，我好朋友啊。星期六呢个早餐会讲下佢嘅香港首只陀飞轮名表品牌创业心路历程啊。我认识咗 William 啊好多年噶啦，佢2011年开始创业啊，佢选择咗一个与众不同嘅路啊，创立咗香港首家专注于呢个陀飞轮腕表嘅品牌啊，短短10年间嘅时候咧，已经拓展到20多个国家城市啊，拥有超过200个分店啊，品牌就获奖无数啊！我相信你见过佢同唔少嘅国际机构同埋明星玩 crossover， 李嘉欣啊、吕良伟、琪琪、吴孟达、孙轩、陶晶啊、Michael Owen 啊、傅家俊啊、复仇者变形金刚、蝙蝠侠啊、圣斗士、圣骑添啊，等等等等，真系讲唔晒啊！经过红磡隧道，你都长期见到佢李牌嘅广告版，佢其实点做嘅呢？今个礼拜六咧，我就请咗 William 同我哋一齐食个早餐啦，分享下佢喺香港首只陀飞轮名表品牌嘅创业成功路啊！有时间就嚟啦，我请大家食早餐，我唔系靠你红运食噶，限4个人，人少少易倾偈啊！有兴趣咧就 WhatsApp 你张卡片俾我助手 Suki 啊！如果你系创业者、老板、公司管理层嘅时候，欢迎，到时见你。